榴莲批发新革命，一物一码带来的五大好处。在繁忙的榴莲批发市场中，一物一码技术正革新着传统交易方式。每个榴莲通过一物一码，信息透明，从源头到餐桌一目了然。消费者扫码即可获知榴莲的生长周期、产地、质检报告等详细信息。批发商利用一物一码，有效管理库存，减少过剩与浪费，提高经营效率。供应链各环节紧密连接，一物一码确保榴莲的品质与安全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一物一码轻松追踪产品，加强食品安全监管。一物一码在榴莲批发市场中的应用，不仅提升了消费者体验，也为商家带来了更大的商机。从种植到批发，一物一码将会是榴莲市场的新科技，带领马来西亚的榴莲业者去到一个更高的里程碑。